另外一个，你这次是不是有就更加注意自己的妆发？妆发，因为低吸略显随意。看了之后脖子是有的，其他的不知道。啊，你能说出脖子是有的，我觉得，哎，我觉得你还好。哎，这句话很关键。哎，蒲雨欣，你啥时候开始准备把头发弄成那样的呀？这段时间吧。你是不是昨天和前天蹬了一次脖，然后偶然发现这样挺好看的，然后就这样做了？你是不是只是随意间弄一下这个，反正觉得自己好看？嗯。但是其实你可以多弄几个，你会发现你自己更好看，因为你怎么都好看。谢谢。这个话术要多向你学习啊，美女。不是，你不是仅仅这一个发型好看。哦。哎呀，笑夸夸一上线是吗？主要是我自己在家扎的时候，我不是我那个手法不太好，所以有很多头发扎不上去。去你家帮你扎。所以我前面会有很多头发留下来，所以其实看不到我发际线怎么样。但是今天发型师他手法就比较好，把所有头发都给我扎上去。我比他稍微高一点点嘛，也就。你还要高一点哦？你们是不是学历越高发际线越高？哎，这个真的是年纪越大发际线越高。这好像跟什么生活压力大也有关系吧？跟穷也是有关系吧，主要是穷，当然主要还是遗传因素。我家里我母亲那边几个基本所有亲戚发际线都特别高，都穷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蒲老师，好，蒲老师，你这头发终于回来了，可以吧？你为什么终于决定拯救你的这边发际线了呢？还是觉得？哎，今天头发很随意、啊，锡纸烫了，今天锡纸烫吗？你好白啊，今天。你们，但你们的衣服穿的就越来越像了。租的。就他一直在模仿我，我模仿你，嗯，真的。但就是他为什么会模仿你呢？因为我时尚品味比较高嘛，就总有些粉丝。你跟时尚有关系吗？我真的很害怕今天鞋又脏，因为你不穿一双鞋吗？我准备录这个节目，永远只穿一双。好烦，那我像我这种对时尚这么苛刻的人，我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下次如果还有新朋友要加入的话，大家又不用对他接触。一定要穿得特别漂亮，穿自己最好的。没错，对。你的时尚度一定要高于我，高于本人，对，时尚本人。你看你们跟我在一起久了，你看你们都多时尚，你发型变了，对，头发灰色。然后你看成套脉动，你真的时尚怎么可能没有添加你？你穿的最好看的一期就是你自己团队整体的那一期。我每次为了参加节目，因为我现在就只有这一个节目，为了这个节目就很不容易，每天都逛逛那个网页，就逛那种网店啊之类的。就便宜的衣服是吗？嗯，把然后搜罗出来最便宜里面挑最好看的。价格从低到高排序，然后选选。就我的只能接受到一到十。上期名场面除了解题以外，还有一个是邵明明扔鞋。对，扔鞋。明明正二保一。要不我帮你扔吧。我那个鞋真的还不错吧？是，很有。我脸都黑了。邵明明表示没事，我有经验，我来帮你扔。我真的是真心想扔，因为我都觉得自己的鞋都已经牺牲了嘛。哎呦，你可太好了！我想采访一下大家，当时明明说他不是故意的，相信这句话的有几个？我反正不信，反正我的鞋我是不信的。你们，你看着我干嘛？你觉得我是故意的？一定是故意的吧？那为什么刚好一只过来，一只不换，两个人都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第一只扔到下面的地方，第二只你自己的扔过来了。然后歪哥那是第三只刚好扔到第一只的那个同一个地方，这就说不过去了，是吧？哎，你现在哭的要挺好，上一期为什么没哭出来呢？上次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？我哭出来了好吗？那是我的高光时刻，是最后的最后。不是那个啥，我真的想给大家说一下，我说明我真的是真的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因为他的鞋比我的鞋重，我虽然有经验了，但是我用的力气是我的鞋的那个力气，他就差这么一点点没下去。你说我是能他的腿多了。我看这鞋直杵着往下飞了。保持的就是往下面扔的，好心，我真是好心，对不起、啊。